距离花莲、松山、台北、板桥、竹林等山，每个停靠站是绿云山。各列车环线的最长五点三节，来到站，列车员的提醒，列车不用再到中央公园集合，记得搭坐幸福园号列车。待当村一车辆来到宾客站后，有利花莲、松山、台北、上野、金门、林森，往前宾客站进有利森。各列车员的健康及情况，车厢内的空气和列车注意安全事宜。您有签的旅客，不要再出车，任何一个角落期间，谢谢您的合作。本列车是普悠玛新四条号列车，因车速较快，车厢较为摇晃的关系，在车上不供应茶水。本列车因车厢较为摇晃的关系，在车上不供应茶水。有期待宠物的旅客，请您注意，为了卫生问题，请将宠物放置在宠物栏内，请不要让宠物栏或宠物放高于桌面、椅面上，请您务必将宠物栏放置在您桌椅的下方，请您尊重两位使用者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接下来不能相当的一个细讲，会需要两位配合的小店，并关注都在两位的管理当中。列车，谢谢您的配合，下下面播有一位。对，各列车的车辆共有一百个座位。各旅客们享用餐的方便，本列车在车上有销售铁路排骨便当，还有80元的排骨便当以及60元的排骨便当，也备有一份的铁骨便当，以及饮料、矿泉水、零食等等铁路商品。下路的普悠玛特列小火车，花莲林前黄金奶油薯条，以及美式热咖啡，热咖啡每杯10元。有证旅客请在窗跟员购买现金的回顾。下一站，玉里奥斯丹，有地泰山，有地 next stop 玉里。